请我曲折，走之不可留，乱我心者，今日多烦忧。长风万里送秋雁，对此可以酣高楼。圣上怎么说？我早就说过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根本不能走这一步。咱们又上狄仁杰的当了，现在弄得圣上很伤心，我也……大人，依我看，这件事情尚未走到绝路。什么意思？我们买通的那个小林子从陶干马荣手里逃走，我们是不是从这件事上再做文章？说说，狄仁杰为了排除异己，有意和大人作对，所以他就买通了小林子，陷害武将军，以此来达到自己斗倒大人的目的。嗯，好主意。哎，连海啊，你算是为老夫立了头功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不过这件事情由我们说出来恐怕不行，皇上非常信任狄仁杰，这话我们说了，他肯定不相信。这句话得由武将军说。对对对，匡老弟所言极是，龙少爷的话皇上还是信的。不过龙少爷一向老实厚道，他会和我们合作吗？他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解脱自己的罪过，这种买卖没有人不愿意做，更何况我们也是为了救他。而且据黄大人的分析，武将军极有可能知道长城一案与大人有牵连，您对他恩重如总比那狄仁杰近得多吧？贾管家，在。你到天牢去一趟，跟龙少爷说想吃什么，想要什么，尽管开口。你再告诉龙少爷，过几天我就去看他。啊，是，我这就去。你是说武官龙师替人顶罪？这还用问吗？你的意思我明白。武三思听说了你去龙关，以为你已经抓到了什么把柄，所以专门设下一个圈套想害你，没想到钻进去的却是他武官龙。应该说呀，他们的计划有两步，能陷害我固然好，万一不行，就把武官龙推进来。武官龙和他情同父子，他没有理由害他。有，有。我觉得呀，武官龙早就发现长城坍塌的秘密，但是他绝口不提，以至于他已经遭到人陷害了，他还是……老爷，武三思求见。快请。是他来干什么？我哪知道啊。吴大人，请。吴大人，啊，狄大人，哦，张大人也在啊。吴大人，陶干，看茶。是。哦，不必不必，我说两句话就走，不能待啊。吴大人大驾光临，有何指教啊？哎，我连自己的侄子都教育不好，还怎么敢指教别人？我是来求狄大人的。哎呀，吴大人不用客气，
有事请讲。我想去天牢看看龙儿。啊，你知道我跟龙儿情同父子，他虽然现在犯了法，可他毕竟是我的亲人呐。我想请狄大人关照。武大人为官也有几十年了，应该懂得点规矩。在这种时候，你只应该申请回避。怎么能？武大人思子心切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啊。啊，还是狄大人通情达理。照这么说，是我不通情达理。哎，不敢不敢。哎，狄大人的意思，您是同意了？哎呀，你都求上门来了，我要是不同意，也得敢呢。哦，我真是无地自容啊。哦，你们慢慢聊啊，慢慢聊。我恕不远送。啊，不送啊啊，不送啊，请留步啊。哎，狄老西呀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替你挡驾，你反倒装起好人来了，你就不怕他们篡供吗？说实在的，我还真有点怕他不去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让我说什么？你受了这么大的苦，难道你就无话可说吗？有。好，你说。你放心，外面没有别人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什么为什么这么做啊？你身为朝廷重臣、一品官员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？你为什么还要贪占修筑长城的巨款？我已经查得很清楚了，1200两白银呢、啊！叔叔，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？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话呀？我早就想跟你说了。叔叔从小把我养大，胜似亲父，比亲生父亲还要好。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你说。龙儿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我也就不再瞒你了，这些事情都是我干的。叔叔，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为了武家。为了武家？难道我们武家缺钱用吗？有很多事情一时半会儿跟你讲不清楚，但是你要相信叔叔，我一定是在为武家做事。可是叔叔，好了，今天我来不想跟你谈这件事，我是想救你出去。救我？我不能让你替我顶罪，绝对不能。叔叔，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你我二人必须有一个人待在这儿，不是你就是我。还可以有第三个人，谁？狄仁杰。狄大人。嗯，来。我不干。龙儿，我不干，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，绝对不能连累无辜的人。你不害他，就得害你自己，就得害我，就得害你姑奶奶。姑奶奶。你姑奶奶是当今的圣上，你让她如何面对满朝文武，如何面对天下苍生，又如何面对武家的列祖列宗啊？哎，你姑奶奶这些日子吃不好睡不好，她不希望你是个罪人，难道你就不想解脱自己，让你姑奶奶活得开心快乐吗？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哎呀，你现在说这种话有什么用？最重要的是你如何解脱你自己。不，龙儿不愿做这样的人，龙儿宁愿顶罪，宁愿去死，宁愿去坐牢。
龙儿，叔叔，你去跟姑奶奶说，就说龙儿对不起他老人家。如果龙儿坐牢，能够让叔叔重新做人的话，龙儿死而无憾。你死了，我怎么办？你姑奶奶怎么办？你走吧。好，好，好！你既然执意要这么做，我不勉强你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这个牢我来做。你出去以后，要好好的孝敬你姑奶奶。你告诉她，陈武三思无法向她尽孝。好啊，好！狄仁杰早就想把我打垮，早就想推翻你姑奶奶的朝政，恢复他李唐的天下。这下可好，他得意了，他如愿了。皇上，臣武三思没有替你看住天下，大周的气数已尽，臣罪该万死啊！叔叔，叔叔，别这样。龙儿，记住，出去以后，带着你姑奶奶离开京城，远走他乡。远离这世俗的烦恼和权力的争斗，你们好好的过日子。不，叔叔，走，叔叔，走，叔叔，让我再好好想想。我再想想。启禀皇上，武三思大人求见。让他进来。遵旨。皇上，臣有要事禀告。什么事？你说吧。你们都先退下。是。皇上。老爷，你说这武三思会不会搞什么鬼呀？他要是不搞鬼的话，他就不叫武三思了。老爷，这个武三思他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当然是利用小林子做文章了。你这是听谁说的？是龙儿亲口告诉臣的。狄仁杰为什么要害龙儿呢？哎呀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完全是冲着我来的。可既然小林子都已经跑了，咱们找谁能对证呢？马蓉，老爷，你再跑一趟龙关，看看小林子找到没有，他是一个重要的缺口。皇上，臣恳请与狄仁杰共同会审龙儿，我看他如何对待。好吧，你就代朕拟旨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狄仁杰、武三思同审武官龙贪污杀人一案，不得有误，钦此。待武官龙，待武官龙，威武。罪人武官龙，
参见二位大人。吴大人啊，你看啊，狄大人请。吴关龙，你贪污修筑长城的银两，又杀了三官高元帅，还不从实招来？是啊，你的手下告你贪污，你有什么话要讲啊？在公堂之上，你有什么话可以尽管说，我给你一次解释的机会。是啊，狄大人说的对，有什么话你尽管讲，不必有什么避讳。说吧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是啊，为什么不说话啊？我说，小林子在信中所列的事实怎么样？全是真的。你修筑长城的巨款是我贪污的，高清元帅也是我杀的，我武关龙甘愿认罪，甘愿受罚。好，慢慢说。我已经认罪了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吗？就把你犯罪的事实完完整整的说一遍。还有这个必要吗？当然有这个必要，除非你根本就说不清楚。我贪污了修长城的巨款。多少？1000万两。你的胃口真不小啊。银子呢？花了。1000万两啊，就算你每天花1000两，几乎得花上30年。吴关龙，你觉得这样的谎话能叫人信服吗？信不信是你的事情，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。凤阁侍郎李昭德是你陷害的吗？是。工部尚书潘有利是你杀的吗？是。你是怎么杀他的？说。我花银子雇人杀的，至于潘大人怎么死的，不关我的事情，我没有必要知道。是没有必要知道，还是你根本不知道？我只要知道结果就好。你的结果就是该贪的贪，该花的花，该杀的杀。这不是你武关龙的行为。狄大人，你是不是觉得只查出一个小小的龙关总兵还不足以显示你的本事？你还要牵扯多少人才肯罢休啊？我只想做到勿忘勿送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武关龙绝不连累无辜。启禀皇上，狄大人到。宣他进来。遵旨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狄大人，请。
臣狄爱卿，案子审得怎么样了？回皇上的话，武官龙对他所有的罪行都坦诚不讳。那你打算如何处置他呀？如果他所言属实，那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罪。如果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臣认为这桩案子不简单。朕还是不明白啊。臣以为武官龙并非真正的罪魁。真的？可他不是已经承认了吗？他是承认了，不过他的供词破绽百出，好像在编一个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故事，所以臣认为他根本不是真凶，而是替别人顶罪。顶罪？嗯。朕明白你的意思了。你一直认为长城贪污事件与三司有关，所以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是不是又想给朕编故事啊？嗯，皇上说什么？每到这个时候，你总能编出一本出人意料的天书来。皇上，无论是天书也好，地文也罢，仅仅是出人意料的是不够的，总是得在情理之中吧。你不是说龙儿在替三司顶罪吧？仁杰，在朕的记忆当中，你跟三司从来都是你争我斗的，好像天生是一对冤家。朕从来不想偏袒任何人，希望你也能排除一些偏见。当然了，三司在朕的面前也没少说你的坏话，为此朕也常常批评他。皇上的意思是认为臣的推断是错误的了？朕没有别的意思，朕也不想干预你破案，朕只希望你能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你自己的判断。你知道朕是最喜欢龙儿的，今天找你来只是想跟你商量商量，看看有没有一个办法能救他不死。当然朕只是跟你商量，不是圣旨。这个你该知道龙儿的为人的。臣知道，臣当然知道。如果他肯稍微替自己想一点，昨天在公堂之上，臣很可能就会落得一个陷害嫁祸武三思的罪名。臣猜的没错吧？皇上，像武官龙这样宁可自己被砍头也不愿意陷害栽赃别人的人，你会相信他贪污了1000万两白银，致使许多无辜的生命命丧黄泉吗？臣相信他不是，所以臣认为他一定是替别人背黑锅。侄少爷，侄少爷，你来干什么？是老爷让我给您送来你最爱吃的东西。少爷，吃点吧。拿走。吃点东西吧，少爷。我叫你拿走，你听见没有？好好好，我走走走，走走，拿走。老爷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啊，狄仁杰认定侄少爷是在替人顶罪，他已向皇上请旨，此案暂时不判，要做进一步调查。
朕怕时间拖得太久，侄少爷心里会突然崩溃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！还有，他们如果找到那个小女，你去看过龙儿没有？他都说了些什么？哎，侄少爷心里很烦躁啊，老爷，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侄少爷救出来，或者……老爷，你以为我不想啊？可是现在，狄仁杰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我稍有不慎，肯定会被他抓住把柄。是谁杀了他？是他妹妹云姑娘。听说云姑娘很喜欢武将军，眼看两个人快要成亲了，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儿。云丽花怪他哥哥不该揭发武将军的杀人之事，两个人发生了争执。你明明知道我喜欢武大哥，你却出卖他。你拍拍自己的胸口，武大哥对你怎么样？你为什么要出卖他？小妹，我只是实话实说。小妹，你就不要再生我气好不好？你看见了？事到如今已经过去了，你还要我怎么办？你可以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但是我不能，我爱他。小妹，不要再闹了。我不能。他跌到了石头上，小林子失血过多而亡。云里花也承认，是他失手杀死了他的哥哥。完了。他错手杀了小林子，把我们最后的线索也切断了。云丽花在什么地方？下官已经将她送到县衙大牢。云丽花杀了小林子，为了你，他可以做任何事情，甚至不惜杀害他自己唯一的亲人。狄大人，我求求你，千万不要治他的罪。云姑娘是个好姑娘，她绝对不会杀人的。可小林子现在已经死了，而云丽花承认是他杀的。不，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。我求你放他一条生路，所有的责任我来承担。吴将军，你不觉得你很幼稚吗？小林子死的时候你在牢里，你怎么承担杀人的罪名？难道你有分身术？如果不是我，云丽花不会伤害小林子的。如果不是我，小林子也不会落到……不会落到什么？该把实情说出来了吧？为了你的沉默，很多人付出了生命。我什么也不知道，不要问我。高元帅根本不是你杀的，小林子是被人收买的，对不对？是有人想陷害你，对不对？没有。没有人要陷害我。所有这一切，是我罪有应得。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肯说实话？你知道不知道，因为你使云姑娘已经成了一个杀人凶手。一个十分爱你的姑娘，就因为爱的固执，失手杀了自己的亲人。而他自己也要……你不要再说了，狄大人，我已经是一个快死的人了，你就答应我这个请求吧。
我知道你一定能救云姑娘的。武将军，我不想威胁你，但是有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。如果小林子是在陷害你，那云姑娘便是因为一时的气愤而失手伤人，那样的罪名会是很轻的。否则，他就极有可能要承担故意杀害证人的罪名。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谁也救不了他。咦，落轿，落轿。狄大人，你看这事儿，武将军身陷囹圄，想多见见自己的亲人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倘若武大人能够劝说武将军说出事情的真相，那可是首功一件。啊，那我就感谢狄大人再次成全。请。请请。二哥，这武关龙为什么要急着见武三思呢？这话你得问武关龙去啊。哎，老爷也真是的。武三思上次来探监就把人惊了一身冷汗，真不知老爷这回真不知道怎么想的。又在说我什么呢？老爷，我总觉得武关龙这么急着见武三思，他心里一定有鬼。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武关龙是想求他的叔叔帮助营救云姑娘。云姑娘，哎，老爷，那你说这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叔叔，上次的事是我不对。好了，过去的事情不必再提了。其实我也是为了你好。你看看这种地方是咱们武家人住的地方吗？你现在全想明白了就好。我不想和你说对付狄大人的事情。那你急着叫我来干什么呀？我求叔叔一件事。你说。我想请你救云里花。云里花？不是叔叔不帮你，这件事情很麻烦。叔叔，其实你我心里都很清楚，就算云里花不误伤他的哥哥，小林子迟早也会死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小林子是被谁收买的？我不是不知道。那你还知道些什么？我还知道你们一直在找他，想杀人灭口。我听你这话，好像是在威胁我。
我不想威胁任何人。云姑娘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一定要救她。请叔叔一定要帮我，不然的话我死不瞑目。叔叔，龙儿虽然无能，但却是个讲义气、守信用之人。生死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，我不想连累云姑娘。那她是一个好姑娘。哎呀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快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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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好好想一想啊！来，叔叔，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，好不好？啊，起来，我一定要看到云姑娘安然无恙。云里花为了龙儿，失手杀了他的哥哥，倒是个多情劫烈的姑娘。说句心里话，朕也想帮着龙儿度过这一关。可是要赦免一个杀人犯，这不是个小事。皇上，云姑娘只是过失伤人，按照大周的律例也判不了她的死罪。再说，这种男女情爱之事一定会引起别人的同情，所以皇上即使赦免了他，也不会引起什么非议。皇上，这可是龙儿唯一的心愿呐。你又想劫天牢？不，我只想去看看五官龙。不行，你这样太冒险了。要是我们兄妹联手的话，一定可以成功的。你是不是不愿意帮我？师妹，不是我不肯帮你，我不能看你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玩火，这样很危险。上次李玉良的事情就差点惹出天大的麻烦。师妹，你住手吧。那我爹就白白冤死了吗？就算你能见到武冠龙，他也未必能告诉你什么。那我们不去试试又怎么能知道呢？况且我现在有一个法宝。什么法宝？只要武冠龙能够告诉我事情的真相，我就是豁出性命也会为他救出云姑娘的。有人会像你这样用生命开玩笑吗？可现在的情形不一样了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无论情形是否一样，结果绝不会有第二种。我们根本就没有把握可以见到武官龙，就算能侥幸得手，他未必知道杀害潘大人的凶手到底是谁呀。就算他知道，他也未必会告诉你。就算他良心发现，他告诉你谁是凶手，那又怎么样？你斗得过狄仁杰吗？为什么不能？师妹，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？狄仁杰是朝廷重臣，一品大员，是圣上最相信的人。你和他斗下去，结果只能是失败，或者是更惨。我不管结果怎样，我只知道我现在全部的目的就是找出伤害我爹的凶手，替他报仇。我求你了，我们还都年轻，还有很长的路，为什么不能高高兴兴地活下去？现在死的是我爹，你让我怎么开心？换作是你，你行吗？人死不能复生，令尊在天有灵，我想他也不会同意你这样用真命去冒险。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畏畏缩缩的。是吧？出去。师妹，我……你给我出去！
您请。龙儿，龙儿，姑奶奶，龙儿不孝，对不起姑奶奶。你怎么像你叔叔一样，就是不能让姑奶奶省心呢？姑奶奶，龙儿上不能为国家效力，下不能孝敬姑奶奶，龙儿死有余辜。孩子，起来。起来，龙儿，今天咱没有君臣，只有祖孙。你跟姑奶奶说句实话，你是不是在替别人顶罪啊？龙儿既然认罪，就应该伏法。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要替他人顶罪？你知道这种罪是很重的，恐怕就是姑奶奶想救你也做不到。我不要姑奶奶保我。姑奶奶是个好皇帝，是个开明的君主，你不能因为龙儿犯了罪就网开一面。龙儿罪有应得，自有余辜。孩子，你心里明白，你明白姑奶奶在说什么，朕心里也明白。我想狄仁杰也明白，在武氏的子孙当中是最器重你的。当初让你去边关，主要是为了历练历练，好在今后的朝廷当中担任重任。可是你呀，你却让自己搅进了这么一桩大案之中。姑奶奶，龙儿辜负了您的期望。如果有来世的话，我还是要做您的孙儿。还是要孝敬您老人家，只是龙儿请求您帮一个忙。你是说那个叫银里花的姑娘？对，她是一个好姑娘，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龙儿引起的。我请求姑奶奶放她一条生路。姑奶奶，龙儿求你就帮这个忙吧。姑奶奶，求你了。龙儿啊，事情都到了这一步，你还在替别人着想，你就不能想想你自己吗？龙儿只想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好，姑奶奶。谢谢姑奶奶。我早说过，这个丫头迟早会坏我们的事的。她只是想查狄仁杰而已。也许狄仁杰正想让她这么做呢。如果她查出的结果不是她想象的那样，你猜她会怎么样？那你说该怎么办？不行，一定要想办法制止他。如果不行的话，那就把他干掉算了。你说什么？杀了安玉？匡老弟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要想成就一番惊人的事业，就
不能拘泥在一些小事上。怎么是小事？她是我未婚妻。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是栽倒在女人的石榴裙下。黄老弟，你是干大事的人呐，将来前途无量啊，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义气毁了自己的前途。剑洒笑容，苦尽甘为来，忍辱又负重，心中的痛不求有人懂。千里来相送，英雄不珍重，珠宝暗亮无悔终生，荣辱生死笑傲点苍穹。